现在开始肩部仪器操作，待肩部清洁干净之后，消毒所需用到的操作手柄，均匀涂抹产品。肩部操作分三个手法：一、来回划大板筋；二、大椎部分打圈；三、走肩胛骨缝。现在开始示范。来回划大板筋，大椎部位打圈，走肩胛骨缝。现在连起来示范一次。一次动作重复即可。